NBA 倒是呢票价越卖越贵了，这是由丹佛金块还有呢由印第安纳六马他们要来担任台湾 NBA 台北赛哦，在10月8号就会在小巨蛋登场了，今年票价又创新高了，那么分别呢包括了最贵的是7500、6800、2500、1800跟800元，创下最高国内运动赛事的记录。那么到底能够看到哪一些这些球星的风采呢？我们看到包括有毕勒普斯、有安森宁、还有肯亚马丁哦，他们可通通呢都是这些球技精湛的球员。那么更可以看到呢，拿下了最佳进步球员奖的六马明星前锋，也就是葛兰杰。那么有这么多的这些传奇球星，难怪这个票价再次创新高。